你那太空舱能够发出金色的光。Hello， 大家好，我是 Susan。 今天呢是2018年11月21号，也就是送 Seven 走的日子。那现在呢，我是准备要出发了。那首先呢，出发之前呢，先给大家看一下就是要准备的资料。那资料呢，其中有一个香港入境的许可证，然后有 Seven 的所有的 vaccination 的记录，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最重要的那个就是 health certificate。这 health certificate 呢，要是给 USDA 盖章的，有个 stamp。有一个钢印的 step， 一定要记得就要盖这个。那总共呢，这三样东西就已经可以了。今天呢坐的是国泰航班，所以现在就是直接去国泰的那个专门给宠物 cargo 的地方去把 Seven 送到那里，一切就很完美。祝我好运吧！今天还特意为了一切都好，里面还穿了一件红色的衣服，就希望一切都顺利吧。Seven， 坐下。사랑을했다우리가만나지우지못할추억이됐다볼만한멜로드라마괜찮은결말그거면됐다널사랑했다우리가만든 love scenario 이젠조명이꺼지고마지막페이